船上了以后呢，大家不会头晕了哈。啊，这是我们这个船舶中心的技术。来，我们请船舶中心来跟各位说一个说明。副市长、各位来宾、各位长官，大家好。那我们船舶中心就是发展船舶相关的技术。那其实，自驾船这个其实现在全球航运很夯的一个话题。那为什么会是自驾船？因为其实全球有90%的航运都是跟船舶运输有关，但是因为面临的工作环境恶劣以及缺工的问题，人员越来越不想上船。所以其实前一阵子疫情的关系，大家也都知道塞港那些问题种种的发生，所以自驾船其实是目前船舶业目前希望能够一个解决产业问题的一个方式。那船舶中心发展自驾船有一段时间了，那我们之前在高雄爱河的内河的场域也有一些的成果。那我们今年就希望把我们的技术往外海去推广。那各位可以通过这个是我们的虚拟场域，可以看到船在外海航行的时候，其实它的运动其实很大的，要让船员在上面控制，其实相对来讲不是那么容易。所以我们的自驾程式就是我们会在虚拟场域这边做一个验证之后，然后到船上面去实际的改装一艘船，让它成为是一个自驾的船。那我们今年在高雄的爱河，我们跟嘉兴游艇合作改装了一艘60尺的游艇，然后那这艘游艇具备了自驾船的功能，它可以在船上，可以在海上面自主的航行，也可以做自由的避碰。那这样的技术，我们希望能够带动整个国内船舶产业的发展，自驾这个先进的技术发展，并且能够真的是解决船工以及船员所面临的问题。谢谢。